还有我是葡萄又一道这款少女回战，然后这一集嘛我们要抽一个角色 OK， 那来看一下这些卡池吧。我看一下精选卡池这边的话，我要抽的是这一只，这只叫什么真姬啊，对，然后就是我抽角色嘛，我只抽自己有比较有兴趣的哦，像这个真姬啊，还有这个夏侯啊，这叫什么哦，夏侯渊啊，因为我想要他这个哦，他这个造型。OK， 那我们先把目标来这只真姬上面，你看他穿的衣服，很 nice，very nice，OK、okay? 啊，好 ，OK， 那就是我们就是来抽了 ，OK， 那这边的保佑、庇佑、保佑，这个是使用仙丹的话，下一次十连必定两倍，有机会五倍。我想一下哦，我要先抽吗？我现在目前有17000个元宝，我可以抽个100多次，反正我先来抽抽看啊，啊，先来抽抽看。好，先抽了啊，五个而已哦，七个好像有点难欸，七个哇，好难抽哦，感觉超级难抽的。我是不是应该用这个？来吧。哦，有，这是20个，然后再是什么？哎，这次没有，那我再用一次。啊，才一个，哇靠，那快没欸，怎么办？好像会抽不到哦。哦，这次9个，再15个就好，15个就好了。再10个。哦，水啊，抽中了哦，我们终于抽到我们的这个谁啊。哇，我们终于抽中了我们的水哦。Yes， 很 nice， 对不对？很赞，很 nice， 对不对？这个真姬，哇，你看他穿衣服超他我们是绅士哦，我们是绅士。这会不会我应该会被黄标吧？然后我结果把我17000个元宝都给他抽光了啊，没关系，可以得到这只角色就好了。那17000个元宝嘛，再说一次，17000个元宝都是从游戏上面收集到的啊，那就我觉得如果你无氪的话嘛，这个游戏如果无氪的话嘛，你要抽满全部的角色应该是有困难的，因为毕竟它卡池有些都有时间限制，你看下一次会不会轮到这个卡池都是个难题，都是个问题了。所以有些角色我只怕就是说在这个游戏倒闭之前嘛，我是抽也抽不到的，那能抽多少就算多少了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能抽多少就算多少，但我还是秉持一个原则，就是说我抽的话嘛，我抽的话，我的元宝绝对要用游戏上面收集到的，我绝对不要氪金去抽，我绝对不要氪金去抽角色 ，OK， 绝对不要氪金去抽角色。各位刚刚看到了吧，17000个元宝才可以抽中90个碎片，而且好像是在运气普普的状态，而且还是有那个加成的时候，那17000个元宝，你想想看，你要氪几单、欸、对不对？那当然这个也只是个价值选择，如果你觉得你钱够多，或者你自认为钱够多，你就抽抽看吧，因为毕竟钱是你自己的，你要怎么抽是你家的事情。那当然我的原则就是说，我绝对不会储值氪金去抽卡，我的原则就是角色不管是游戏还是角色用买的哦，角色跟游戏用买的，但是绝对不要用抽的，就是所谓多少钱多少买啊， OK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武将啊、哦，我们应该可以编程一下啊、哦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要把哎，我现在编队嘛，我要把哪只换下去？我想一下哦，哎，好吧，我们把我们的金刚骨换下来哦。对，我们换真姬上去，因为这只金刚骨嘛，这只金刚骨它穿太多了，然后真姬穿的比较少。OK， 这样讲 OK 吧？哇塞，好，那我先把它的全部卸下。这次装备就把它用在这里好了。
哦，战力飙升哦。好，那其他的装备再穿回这只好了。OK， 反正这集嘛，我想一下，这集应该就是先这样子吧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还有其他的卡池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抽不到了吧。看一下其他卡池的话，精选卡池，我这个夏侯渊我不知道我抽不抽得到，应该是抽不到哟。对，你看宝比这个纳贡，这干嘛？这个也不能，这也没有啦。那这个夏侯渊嘛，对啊，这个夏侯渊我应该是抽不到了，我不知道他下次还会不会出。如果他下次有出的话，那就所以他这个没有通用卡池吗？这个游戏没有所谓的通用卡池。然后这个小圆嘛，我上次看得到这个小圆嘛，然后他还有这个小圆其实跟我们一开始拿到那只是同一个角色，然后他在另一个等级有另一只角色啊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武将的部分啊，我们的小圆，我看一下这样，变装，你从变装这边嘛，你从变装就这边可以看得到他其他等级的角色啊，然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，你比如说我现在是现在是 R 嘛，我现在这个小圆是 R 等级的嘛，那你如果得到 SSR 等级的话嘛，那你等于是就是说你这个 SSR 等级直接把 R 等级的给盖过了，你的武将里面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等级但是相同角色哦。简单来说，你抽中 SSR 的小圆，那你的收集这边嘛，你的图鉴这边就不会有 R 等级的小圆了。简单来说，你收集到 SSR 的小圆，那你这边、你的武将这边、你的队伍这边就不会有 R 等级的小圆了。就像我之前这个董白嘛，董白也是抽中 SSR， 哦，抽中 SSR， 然后他 R 等级就被盖过了，哦，他 R 等级就被盖过了。OK， 那你可以在这边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换装啊，你可以在这边换装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UR，我觉得他还是 SSR 比较好看哦，我不 care 那些能力啊，重点我不 care 能力值，我比较在乎的是那些你懂的，就是他的 skin 啊，我比较在乎他的 skin 而已。所以像这个小圆嘛，像这个小圆，我其他的我就不太想收集啊，是很萌没错啊，他如果你还没收集到之前，他是黑白状态的。他其他的 skin 是蛮萌的啊，蛮萌的。但是我没兴趣哦，我没兴趣。我对于比较穿比较少比较有兴趣。OK， 那这集我就先到这边啊。那之后的其他角色可以抽就抽啊，可以抽就抽。我抽不到我就算了啊。OK， 那就各位拜拜。